那对，等以后开，等以后开放才能跟你做。现在是只有有些人才可以做，他们可能是那个旅游业者才可以做。那现在，大家下个礼拜再来。先这样，大家请小心。如果他下个礼拜可以，感谢您的大家，麻烦下午再来。那你们可以下午过来啊。来，给他们做。